Thank you.
各位观众晚安，欢迎莅临淡江大学管乐社112学年度年度音乐会 Divina Commedia。 刚刚第一首由学生指挥陈传明所带来的曲目是《春之颂》，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史威尔金于2001年5月参访日本立木县足利市期间，敢于当地杜鹃盛开之美景而创作。作品分为寒冬、春蕨及庆典三个段落。第一段寒冬由不断交替变换的拍号，表现出节奏紧凑又快速的氛围。第二段春蕨以神秘的号角声引出悠扬的乐曲，节奏稳定进行，具有浓厚的风格。第三段庆典以响亮的号角声唤醒蛰伏的万物，接着由法国号带出具有精神的歌咏，全段以快速的拍子进行，乐曲在多层次的旋律氛围下，以强烈的节奏画下完美的句点。下一首演出的曲目为降 B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作品91第一乐章快板。格里耶尔于1951年创作的降 B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作品91，是一首献给著名法国号独奏家普勒克的协奏曲。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莫斯科的大剧院，当时正在排练格里耶尔的芭蕾舞剧《青铜骑士》。在一次深入的交谈中，格里耶尔发现法国号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管乐器。很遗憾，作曲家并不常为管乐器谱写独奏的音乐。普勒克趁此机会邀请格里耶尔为法国号写一首协奏曲，于是便有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法国号协奏曲。格里耶尔降 B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作品91是相当著名的法国号曲目，曲中使用大量的炫技片段，将法国号特有的温暖动人音色以完美的旋律线条呈现。曲中快板的炫技片段、慢板的动人旋律以及乐团合奏时的磅礴气势，将法国号的特殊技巧与音色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引人入胜。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指挥宋秉恩老师以及法国号独奏者阮金城为我们带来这首曲目。Thank you.
接着下一首演出的曲目是《长笛西游曲》。西游曲源自于意大利文，有使人欢乐、消遣的意思。巴洛克时期社交场合的音乐，在当时被称为餐桌音乐。而后流行于18世纪的曲种，主要用于上层阶级与宫廷生活的娱乐场合。本曲以单一乐章的形式呈现，并分为两个部分。乐曲开头以抒情的段落作为引导，随后是节奏不同的轻快谐虐曲。接近尾声时，第一部分的抒情元素以不同的形式回归，与第二部分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引导音乐走向一个圆满的结尾。在这首作品中，独奏家有机会展示当代长笛演奏的所有方面，从纯粹的情绪表达到技术的展现，都与现代管乐团的色彩相互映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长笛独奏者李义珍。Thank you.
接下来演出的曲目为《上帝因萨克斯风与管乐团狂想曲》。《上帝因萨克斯风狂想曲》创作于1983年冬天，并于同年3月由洛杉矶艺术交响乐团委员会首演。作曲家沃特斯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音乐家与指挥家，他制作过各种电视剧、电影与游戏的音乐。多元化的职业生涯也使他6次获得艾美奖的肯定。沃特斯《上帝因萨克斯风狂想曲》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奏鸣曲，其中发展部有一段上帝因萨克斯风的精彩独奏。沃特斯曾说，这首曲子以莫扎特协奏曲为蓝本，主要是来自于他的低音管协奏曲 K191。乐曲只有一个乐章，编曲精妙，给予上帝因萨克斯风足够的空间在乐团之上翱翔。很多时候，独奏者的旋律都是在乐器的极限音域附近，伴随着乐团轻薄的伴奏，以确保清晰度。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上帝因萨克斯风独奏者石彩瑜为大家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目。Thank you.
下半场的第一首曲目为《随想曲》。《随想曲》是作曲家牛顿为苏格兰低音号演奏家古雷所创作的低音号独奏曲。《随想曲》有不同的编制版本，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管乐编制版。这首令人愉悦的独奏曲被视为低音号独奏中相当重要的作品，受到全世界的喜爱。这是一首集欢乐、固执、俏皮、傲慢与浪漫于一体的作品。曲子大部分的挑战来自于找到作品中情绪与动机的变化。明快的节奏中，时而大胆，时而目标明确，时而忧郁而浪漫。巧妙地将几个简短的华彩片段融入音乐中，描绘出一幅华丽的电影画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低音号独奏者陈冠亨为我们带来这首曲目。
Thank you.
接下来是本场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史密斯第一号交响曲《神曲》。《神曲》原作是一部以诗歌题材所撰写的游记，原作者但丁从地狱、炼狱及天堂三大部分描述在天主教体系中种种非物质世界的景象。诗以惩罚罪孽的地狱，思则洗涤罪孽的炼狱与超脱者的天堂。
是但丁在《神曲》中主要叙述的死后世界观。《神曲》的故事结构很单纯，但丁将自己写为主角，迷失在幽暗的森林中，其后遇见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维吉尔带领但丁进入地狱，展开横跨三界的游历。故事中，但丁一共有三位向导，象征理性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带领他穿越地狱与炼狱，幸福与爱的化身碧翠丝带领他从炼狱山顶飞升进入天堂，并引领但丁一窥上主的奥秘。诗篇在此戛然而止。本曲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旅程从惩罚罪孽者的地狱开始，然而会在第二乐章穿过洗涤罪孽的炼狱，在炼狱得到净化后，将在第三乐章飞升，达到第四乐章的天堂。最后，就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秉恩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管乐社第五十届的社长林彦宇。然后首先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观众能够来到现场。那希望今天我们的演出大家都会喜欢。那说真的，这一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今年的音乐会，这一场音乐会的筹备期，其实准确来说，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申请场地、申请补助等等的各种行政流程，一直到前几天大家的集训，大家这一路上真的都非常的辛苦。不管是我们的团员、干部，或者是今天有一起跟我们参与演出的协演人员，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然后也谢谢你们的配合跟支持，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演出。也当然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指挥宋秉恩老师，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他是我们的老师，但对我们来说他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比我们任何的人都更照顾与更支持我们。如果没有他，淡江管乐今天也不会表现得这么好。好，那除此之外呢，这一路上真的最最最要感谢的就是淡江大学课外组的音乐性社团属性辅导老师风琪姐，风琪姐。那这一路上，从七月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被我骚扰，然后一直不断帮我们管乐社解决很多麻烦，从家管、韩训、全国赛、全社评等等的不。各种大活动、小活动都一直一直的麻烦他，让他加班，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风琪姐这一年对管乐社的照顾。五十届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年，这样。然后，当然讲到五十这个这么难得又有意义的数字，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宣传一个今年额外举办的活动。就是在下下礼拜7月23号礼拜二晚上7点，在台北的中山堂中正厅，由淡江管乐成立50周年跟校友团一起的纪念音乐会，也是免费索票入场的演出。那我们将会跟历届从淡江管乐毕业的学长姐一起完成一场非常精彩的听觉飨宴。那我在这里代表淡江大学管乐团跟校友管乐团，邀请所有的观众一起跟我们见证这个意义重大的一场演出。相关的演出资讯呢，都会公布在我们的 IG 跟校友团的官方账号上，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好，那我今天的废话跟重点都讲完了，那相信大家应该还听不够吧？那是不是应该要再来点什么东西，才可以再把我们的指挥老师请出来？